准备迎接两个小孙女。Sandy 可能二月三月，那我的部分就随缘，广植福田。现在那陆续派不是有幸运小明星代班吗？哦，家贫如草，跟我的感情世界一样。制作人说陆续派能主持，我说那我儿子当然会主持，他在家里是我们的开心果。姐姐还有我，大家都喜欢听他胡说八道，收视率比 Sandy 好一点。那一天摸着肚子，可能录到第三、第四集，可能心情不好，摸了肚子，然后就走回来。爸爸，下礼拜我不录了，我就赶快请人家来帮忙啊。